这个饭间牧师是露露他们在这里睡，把这些地方都清理一下。不要管别人，这是以前的卷子柜是吧？哦，以前的卷子柜，快点把这个搞到楼上去。还有一个大锅子，那个铁锅抬到楼上去吧。有那个蜘蛛，还有一个大蜘蛛啊。那是那个蜘蛛，那不是给的，干掉了。差不多。是活的，它是蜘蛛是活的，是活的。对呀，是活的，你看了，它被冻的。花蛤。是花蛤。花蛤，哎，狗把这我们喊的。哎，你还。搞掉了，搞死它了。走了，把这些过去治呀。走。是啊，就是他是往上窝。你窝的吧？就是要我去浇菜去，看我们那菜啥时候。有点跳，给拉开了，是的。啊，这筷子怎么长这么多呢？发芽了啊，但还是长出来了啊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放了是什么菜了，反正有几种菜。这豆子也发芽喽。这蒜、葱，哎，陆续发芽了啊！陆续发芽了，过年看样子有的吃，你看。所以，不管什么时候播种都不迟。怎么了？这里有只鸡，是不是我们那一只哦？我看看。就。下去看一下，狗家吧，鸡。哎，那边。是啊，就明明有只鸡。就是我们那只鸡吗？对啊。就。还没有死啊。就。我想去看一下。你看看一看，来看一下考验房。给你找啥？这个是考验房，是我们以前的这种考验房，这个算比较完整的啊。这个的话啊，这一条是发热管，从那边烧火过来，这两边四周是发热了。然后那个烟，考验的话，一条一条这样子搞上去，这里面就是，这还保存比较好。真的也积到这里啊，刚刚。揪！我一揪他就没做声了，开始一直在响。这只狗也上来了。揪！这只小狗也上来了。不做声了。你上来干啥？哎，叉子啊！哎，那这里有一颗那个，这泡酒的那个东西啊。回来太高了，哪里那么多在那上面呢？你头上面好多啊。好多是吧？嗯。我好想把这摘下去。回来得了，下次拿把刀来。啊，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哎，这鸡。被关去了，被远去了。嗯。来，把这只狗摘下去了。这只狗也是太粘人了哈。到哪里都跟着脚。你带它过来干什么呢？它自己跟来的。哎呦，有刺！来，小狗。哎呀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。你接下去找路。叉子啊。这个小狗狗啊。哪天我来把这里整理一下啊。啊。这里整理一下的话，明年我们要晒点什么东西都可以晒，这本来就晒东西的，把这里都割掉，然后还有那块地是我们家的，这桂花树啊，种了这么多桂花树啊，就是因为那院子摘不下了，移栽到这里来，
把这里桂花树也整理一下，把这个杂草割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对啊，这里这上面都要割掉，因为它太盖到我们这边了，知道不？嗯。哦。好吧，好吧，回家，回家。走了。我今天想把这个房间的墙壁啊，用那些老报纸贴一下。老报纸也是黑的，这个也是黑的。嗯，这样子可以挡飞呀、啊。你看这个墙上全部都是灰尘，是吧？嗯。西西过来帮忙。待会再吧，好大飞尘。我妈妈说这里房子建这一栋房子才200多块钱的工钱，这栋房子200块钱，哎，270块钱的工钱费。那个时候86年啊，270块钱。那是200多块钱销售之前嘞。然后15块钱一个工资而已。以前一天4-5元。一天4-5块钱一天工资啊？现在建房子一天最少400-500吧。这栋房子5天建成的。哎，辛苦了，买点水果给你吃了。买什么水果？不干苹果。这个还没水果呢。下山的水果，这苹果才4块多一斤。贴的那个钱不够了吗？嗯。来，我现在搞人心。这个米糊看好不好刷哈？你起来啦？嗯。是啊，来看吧。好看。那个包子你一定爱不好，好不好？今天搞了一包火锅料，1.5块那种，然后搞了一些鲜叶豆腐，还有这个土豆粉。小孩子要吃那个。汤子听完了没有？我准备吃饭了。啊，还有几张，他听完了。我的手啊，乌漆麻黑的，洗手吃饭。看一下我的截图哈，黑了几个小时啊。星星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还有块布是想钉那个上面的板子的哈。豪华就你哈。豪华都是。这个顶终于掉完了。还可以吧，就是那边少了一点布，这边多了一点布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体效果啊，好有立体感哈、啊。东西还原了，看看。明天这个报纸干了之后更好看哈、啊。今天你看，虽然这个布没那么完美，但是还是整体效果还是干净很多不？你感觉这个贴完之后是不是有种立体感？对啊，哎，不是还有画吗？还有那几幅海报。对。这个是很多年前的那张海报了。哇，偶像啊！这第一个是谁？邓丽君啊。第二个呢？郭淑敏啊。这是哪里？是那边吧。是那边、啊。这边贴的。这边贴满了报纸，不贴这边了。哎呦！太辛苦了。